又是第一人族和第一兽族的精彩对决。不过据说打完这一场之后啊，浪漫一夜未眠，我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平川说论尽天天聊魔兽，大家好，我是平川，继续第一人族和第一兽族的精彩对抗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，地图选择的是落锤镇，出生在地图右下角是蓝色的人族 ID No Name 啊，浪漫目前的第一人族。最近一阵子浪漫的状态确实不错啊，拿到了多个比赛的冠军，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对手啊。好，看一下他的对手，出生在地图的左上角红色的兽族 ID LYL 领神，领神的状态同样也是非常的不错，自从旅游一个月归来之后啊，确实也是更上一层楼啊。古有王阳明龙场悟道是吧，今有令神干嘛干嘛干嘛啊，大家想一想。好，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英雄选择，令神选择的还是先知大气，后面再补战争模仿，猎头出来的可能会比较的慢。那我们看一下浪漫这边的一个选择了，浪漫哇，他回归大法师了啊，用非常常规的战术来打了。前面首发山丘，首发圣骑士都没赢。那我们看一下浪漫拿出最后的底牌啊，常规战术大法师，甚至是单矿出火枪的一套打法，哇，自己也是最最最擅长的打法，看看效果如何。好，开局的话，大法师还是敲民兵，速练三级。另外一边的话，猎神啊继续带着大技往对手的半场过去搏，好，先把自己的海龟练一下，然后呢再练这边的海龟，然后抓抓对手是吧，看看人族会不开矿啊。人族要是开矿的话，自己当二有闪电链抢经验值也是手拿把掐，手到擒来，游刃有余。嘿，好，先知开局打了一个加五的攻击之爪，那大法师打的是一个指环加四，一个攻装一个防装哈，都有各自美好的未来啊。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先知，哎，过去了，看见了，哦，原来你没有开矿，狼还是要去看一看的啊，这万一对手偷偷敲了一遍矿是吧。好，然后大部队跟着大法师，也不能让大法师那么开心的练级，大法师到三级的话去自己家里的地洞也是非常的难受。好，目前的话浪漫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练级，好，双线敲民兵一练，这个狼的话想把这个装备给 A 掉，没有 A 掉啊，大法师赶紧抢回来。那这一边的话反骚扰，你骚扰我练级，那我的步兵也不答应。我们看一下，哎呀，小海龟没有抢到。好，先知也打了一个指环加四，两位大哥见面，大法师还是比较的怂，往后撤一下。这一边野怪复仇，大技有点扛不住了，大技走走走，水元素能不能打出来啊，比呦，好，这一波的话成功把大技的经验值给收掉。那大法师现在是 2.3， 先知 1.9， 先知差一丢丢能到2。好，开局的话两位大哥又开始摩擦上了啊。科技情况，人族二本即将升好，兽族二本即将升好，人族科技也差了一丢丢啊，差的也不是特别的多啊。这一局的话双方打的都非常的谨慎，单矿打单矿，哇，转角遇见爱大法师被围住了，幸好身上有一个隐身斗篷。那这一波的话先知要不要过去买一个粉，但是呢这个猎头好像要被补，哦，狼补了一下，猎头的话先知补个位置，好，大法师走了，幸好有隐身斗篷啊，这一个围杀有点厉害啊。好，这一波的话把水元素经验值抢到，先知马上可以到2 2 2，哦哟，福特曼反补了水元素，可以，感觉浪漫状态是不是回来了，哎，这个小细节还是不错，刚才被围大法师的反应也是比较的冷静啊，没有说非常的慌。好，这一波拼完之后，大法师的话还是二级，那先知差一丢丢到2，马上到2。二英雄牛头建造当中，二本升好之后又是兽然，哎，兽然加 BS 啊，那一本上又是萨满狼骑大技的塔法，跟上一局差不多，人族变了战术，兽族呢倒是没怎么变。这边二发的是山丘之王，这一局的话浪漫也是拿出了自己最强的战术啊，单矿火枪流，看看效果如何。这一局两个人的话小细节拼的也是比较的刺激，现在大法师没有到三，一级大水源跟二级大水源比起来还是差点意思。好，牛头出来了，牛头出来带着药膏马上要给大哥相会，另外一边的话山丘也即将出来，一般说二英雄出来之后有可能会打一波团战，那更多的时候呢是二英雄要赶紧发育啊，把二英雄练到三，后面才是团战的发动机啊。
研究完成。好，双方英雄都到了啊。这边牛头，先知分了一股部队陪牛头练级。好，水元素过来一看，果然，哎，后有乾坤啊。好，大法师这边的话把这个点给抢了。科技的话还是200火枪，哎，还没有出哦，有铁匠铺，还是出火枪。火枪山丘，后面山丘到3之后，这个战斗能力非常的凶。那令神的话，一般二本之后呢，会找个机会去开个矿。我们看也是开这个呢，还是开这个。当然，最关键还是先把牛头练到3。好，先知继续去骚扰。哎呦，有山丘了，要小心啊！这山丘一锤一围，可能就把你带走了。啊，先知保持一定的距离，继续挑衅对手。山丘之王呢，现在赶紧吃经验啊，练到三级才是王道。好，大法师率先到3。这边大老师搞了个加巴的公主啊，看起来还是很凶的。牛头的话真的是踩地板了，上一局冲击波啊，这一局踩地板，踩地板配合这个电盾啊，贼猛。两个人继续和平发育。这边浪漫还是转南屋了，南屋补给问题解决掉。好，水元素看着对手有没有开矿，一般兽族二本都会开矿，所以这分矿啊盯的还是比较的紧。牛头哇，两个指环加上一个大无敌，这个牛头肉了，可以。这个牛头的话，这身装备适合踩地板啊，踩下去对手想把它秒了也很难。可以抓到刃级了，这边的话狼骑网不让你走，兜一下留下一个步兵也好。哦，人族并不想走，大法师还在外面采购道具。好，山丘直接上了。山丘的话二技能，看看是升踩地板呢还是被动。好，还是升踩地板，可以来找个好地方踩个地板。大法师控了一本群捕，牛头踩完就走。接下来人族敲了一波民兵，好嘞，群捕也是往前冲。这边大祭别走，我一个锤让你别走。这一波的话由于民兵加入，所以令神呢还是往后撤一撤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这民兵突然来啊，确实有点整不过。萨满的话状态也不是特别好，等牛头练三，刚好差4点经验值。来，这个点练完，好，老麦是并不想回去继续过来。哎，说好的是吧，决一雌雄你别走啊。啊，令神是顺便想把这个矿给开了，小苦工都拿过来了，就没想到对方也追了过来。啊，牛头把这个野怪收掉，是的，哎，被浪漫抢了。这牛头苦啊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到三？啊，上来一个锤啊，关键时刻，嘿，还是到了3级。三级之后升个2级踩地板，牛头身上有大无敌。这边的话轮到令神反打了。哎呦，山丘刚才一个假动作，这边逼了一个无敌。好，先知过来了。那现在的话浪漫打得还可以，兽族39，这边40人口，人族的话小农民现在没什么战斗能力了。山丘现在是 2.9， 马上到3。好，狼经验值拿到，哎呀，被反补了。这两个人是真的细啊，团战的时候他呢还能反补。好，升到了3级，山丘之王2级敲地板。呜呦，这边的部队有点扛不住，继续哎踩了哦，他锤一下牛头，怕牛头踩自己。那接下来哎呦，牛头一个踩地板，牛头的话大无敌已经交完了，山丘继续敲地板不？嚯，哎呦，赶紧把萨满全部解决掉，这里敲个地板，敲个地板，没有敲吗？好，锤狼骑，好吧，他觉得狼骑控自己的单位，自己没有操作空间，先把狼骑解决掉。那这一波之后，哎呀，好像没打赢，没打赢。山丘现在的魔法值不多，输出打不满，人族的输出还是太弱太弱。那令神继续自己的开矿计划。刚才想开矿结果被打断了，那我现在继续开矿，小苦工还在。牛头的话已经好，刚才是快到3级，现在已经快4级了啊。这练级确实快啊，主要还是打架经验值吃得多。好，牛头现在是差6点经验值。小苦工小苦工你咋回去吗？好，还是过来开个矿吧。开矿，牛头马上到4级。那浪漫这一边的话，哎呦，山丘要小心。山丘有无敌有蓝牌，可惜部队数量有点少啊。这令神开着矿，人口还比你高，推了推了，这怎么突然又这样了？家里补个商店，后面的话出点破法吧，不出破法的话这个牛头已经有点限制不住了。好，山丘锤一下，山丘就恨啊，我魔法值要是多一点该多好，是吧？锤一踩，锤一踩，现在呢锤完之后就没得踩了。好，敲个地板，可以，这个敲地板不错。身上的话可惜没有蓝瓶，这边人族部队四散而开，就怕牛头一脚全部踩中啊，所以四散而开。哎，这一波打得好，可以哟，科多留下来，这边的话萨满留下来，但是牛头一个人好凶啊，
后排部队完全被一个牛头给控制住了。山丘没有魔法值，那现在没有什么硬控能力，男巫的话我游走，这男巫数量有点多呀，按道理火枪多出一点输出，然后再补男巫，男巫太多的话没有输出补给再强也没用啊。好，那现在的话令神打得有点猛啊，在对手家里七进七出，山丘来吃个蓝瓶，把狼骑给解决一下，必有解决掉。那牛头身上还有血瓶，两个指环也很肉，先知的话加五加八两个公爪，还有一个 TP，这一波杀疯了，山丘升到四级。好，现在场上四个英雄都是四级，还挺押韵。令神开矿了，所有部队先去补给一下。这一边的话，南巫火枪输出还是差点意思。哎，令神又杀个回马枪。好，我假装走。哎呦，转角遇见艾安两个人。哦呦，狼骑一个网牛头啊，一脚踩，幸好大王是第一时间吃了一个血瓶，差一点就被秒了。狼骑好一个锤，牛头的话追一下南巫啊，这一边的话又把一个萨满给解决了。哎，这小补团战好像浪漫打得还不错，家里的南巫有点伤了。我又跑家里面去啊补给一下。啊，另外一边的话，浪漫也是知道对手要开矿了，赶紧去分矿搞他一波。不过分矿马上开出来，兽族现在是35人口，浪漫32人口，双方人口现在好像都不是特别的高啊。山丘的话看能不能到五级，大法师现在是个山丘啊，差不多 4.5 4.2。 先知回来了，牛头的话有没有踩地板，牛头哎，见面先把火枪给怼了，这火枪好像三个火枪数量之下的话就没什么输出啊，四个以上输出才比较可观。哎呦，山丘要被留下来了，好，第一时间交无敌。那大法师身上有 TP， 往后撤一撤，现在还是一个火枪输出不太够。兽族有萨满，所以说你这个水颜色发挥的空间也不大呀，感觉还是要多转点破法。好了，令神这一边的话是分矿已经开了出来，那浪漫现在怎么办？浪漫现在就希望这边搞个蓝牌吧，来看有没有蓝牌，搞一个啊，给山丘之王，山丘可以一个人杀疯啊，搞个蓝石，蓝牌还不行啊，蓝石来把这个点给收了。好，令神又抓了过来，令神现在41人口，双矿之后这个暴兵的速度确实快啊。打了一个什么好的装备啊，治疗守卫，哎，治疗守卫就有点尴尬，你要兵多的话这个治疗守卫就舒服，这兵少的话很容易被别人给点了，要不卖了啊？没有卖，还是要用。现在兽族领先10人口，牛头一脚踩下去怎么办，一脚踩下去电盾一套哈，山丘反踩一脚来，这边的话第一时间把治疗守卫给点了。哎呀，牛头又一脚踩地板，双方的话部队四散而开，两个人拼操作拼细节，但兽族双矿在手，还是那个问题，单矿打单矿五五开，但是双矿一开直接是一边倒了啊。山丘的话好，这个锤扔完之后后面就没什么魔法值了，治疗守卫再一次被打断，还有一次治疗守卫的机会，但是也就治疗到两三秒钟直接会被点掉。牛头哎呦，又追着这边的火枪，火枪退无可退，被野怪给击杀，牛头升到五级，五级牛头杀疯了。那这一波山丘能不能哎搞一个英雄，好，大法师顶了个无敌，但是部队还是被包围啊。浪漫再一次打出奇迹，我们恭喜领神。